安倍也为其人号称能够从任何图卡中看到抽牌者人生走马灯，被称作是图卡通灵师。他人生更是韩剧主君太阳的真实版。 基隆有个寺庙，因为住持过世而荒废，却莫名起火，庙里的钟还会自己响起，究竟怎么回事？韩国一名男子竟爱上一个抱枕，甚至和他交往6年，不但对抱枕产生生理欲望，甚至还娶抱枕为妻。锁定周六晚间8点，《神秘52区》带你揭秘。